啊靠！不对，我刚是要剪片的，我怎么开台了啊？啊哭啊！我刚刚在录前前的影片，录到一半，想说先重上来。啊啊，怎么？啊北七哟、哦！啊不是，我要打哦。我的剪片软体跟开台软体是放在隔壁啦，在干嘛？啊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本来想说剪完再开的，完蛋了，啊算了，那明天再丢啊。因为刚刚在喂浅浅，他是不给我拿那个碗出来，我想要把它撸下来。啊，下午好，哎，我在冲啥？的食材，嘿。你被金丝打哭出来，我想试试看呢、欸。我想试试看被打出来的感觉。哎、欸，我刚不是喝热饮哦。哦，硬化药。不是啊，刚不是刚刚光圈这里。没有啊，就一样开到5点吧。然后5点去剪个片而已，很快啊。然后一样又睡到下午啊，就觉得完蛋了，作息调不回来了。啊，先捡个石头。发现麒麟，麒麟在哪？靠！他的脚，他的脚断掉了。那叫什么断呢、啊？折断的脚真是令人充满好奇。是谁折了你的保特瓶？哦，所以是真的要打哦。哎、欸，等等等等，我的按键怪怪的。好。这样还没打到，我是个烂炮兵。哇，他好白哦！你好白哦！晚上好，不不，下午好。等一下哦，好好好，可以开始打了。哎、欸，我想隔挡，你让我隔一下，不叫我。这在说明啊，真的不要太嚣张。没关系，我们还要不屈。
有给自己约束啊，就是这几天就是不要去摸锤子啊，能玩这把武器玩这把武器啊，不然很久没玩了，不会玩了。牛总过来啊！懒得追你耶，给我过来！呜，啊！呜。哎、欸，我什么？布布叫我，布布。布布被骂了，布布，布布，你们看到我？哇，我是不玩这个游戏啦。我想一下，我之前麒麟用什么打、啊？散弹，散弹侧甲锤子。好丢脸哦！啊，散弹侧甲锤子跟弓箭呢？给我回来！有种别跑！换武器，妥协了。可是散弹，补区效果结束。没事啊，之前开始摸弓箭之后，几乎手魔物都敢打了。哎、欸，没装填啊！左手这么大一个，不是啊，这个就是那个啊，但丁的时装啊，这但丁的时装，因为它的钩爪会有颜色，它的钩爪会有颜色，你看。总是到这里啊！你能不能撞啊？
啊，一二三，阿胖，阿胖，阿胖。为什么又地震？阿棒，阿棒，阿棒！手机点外星人有颜色。嗯。哇，好烦哦！祭典的衣服太难搭了啦，不喜欢用那种难搭的。你如果说杰克的话，他会喜欢祭典那种衣服啊，我不喜欢啊。喷草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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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喷草莓。软一下，就软一下，哎、欸！啊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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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好的，软好了。用手就可以啦，不是啊？真的吗？那等一下我换哦，如果是不好看的，我会生气哦。没有啦，要穿搭要很讲究，好看也要好用。呜呜呜呜。好闷哦！怎么每次看个聊天室就死了？
我子弹跑到墙壁里面去，是不是啊？我在干嘛？按错键啦！结束，好了，我换武器了。用手就可以，那这样我全部都要换掉哎、欸。跟变装备。小手吗？很丑哎、欸，太亮了啦！我去看看。好啦，是蛮好看的啦，可是这个太亮了吧，很丑哎、欸。变黑色会变透明哦、喔。哦，好，我去调。外观着色，腕部黑色啊，透明，透明怎么用？